这两口子差的可是不少啊。很多人呢、对魔山和他老婆的身高差异比较好奇，今天这两口子啊就给大家来个数据大公开。魔山量了一下自己的头围啊，是24.5寸，也就是62厘米。他老婆呢是21.5寸，看起来呀、差的还不是特别多。接下来呢是腿围，魔山老婆呢是20.5寸，也就是52厘米，魔山是31.5寸，80厘米啊，这就差的可多了。魔山的老婆找了半天，发现自己身上啊能和魔山腿围一较高下的只有腰了，量了一下呢，居然只有26寸，也就是66厘米。魔山说啊，你看这居然还没我的腿粗啊，看看臀围有多少吧，36寸，这个差不多了。可是魔山的臀围啊一下子已经达到了50寸了，也就是1.27米了。最后魔山啊甚至发现自己的腰围竟然也比他老婆的臀围大。正当大家期待着这最后面的测量时，两个人呢、互相击掌结束了测量。咱该说不说啊，这量的你说都是啥呀。